蔡健华在登某杂志封面，作为2018开年刊，同时曝光了一组时尚大片，利落工装、高领毛衣、纯白休闲西服套装，霍建华沉稳淡然，简单时髦，气场十足的佛系君王，令人更加期待电视剧《如懿传》的播出。霍建华在成为演员后，全身心爱上了这份职业，合作度与好评度皆受好评。在片场他再累都不用替身，还经常带伤上阵，从不摆明星架子，把演员当作是自己的一份职业。工作之余的他也很少参加活动，作品风格迥异多样，极具爆发力的表演，也证明了在正剧和商业片之间游走的霍建华，对于不同类型题材的驾驭能力。作为一名跨足大陆主流剧集的台湾演员，霍建华对事业有一份敬畏之心，对前辈有一番敬畏之意，取得了制作方较高的评价。